地会即兴改变方向，由东风转向西风，莫非此人已经离开天机湖一带？事不单纯，地会即兴移动得太快，一时间便有极当之地还下向西武林，这不合兄弟。为什么不命其实是真心的行动改变方向，因此移动未知处的心松，方才在瞬息之间还下千里，这种天凶不合理啊。那前辈认为真相究竟如何？有可能此人已经在咱开始注意，故意借助机枪，想要瞒天过海。一山只有一山高，前辈智慧不在此人之下，这只是我的推测，一点事不敢妄下断言。不过我可以肯定，地会之星尚在天机湖的附近，那咱甚至应该动身前往调查。不可，以我的本命星，风王必入，太容易被牵出路。咱现在就动身前往调查，对方马上提醒。你应该相信地会之星绝非凡凡之辈，打草惊蛇，还击不鸟。都会都会怎样？有一种名叫一心留名的杠杆，可以控制自己不命之位的。如果你数分钟已经练到这种境界，那一切不成问题。以心留名，这是武士界至高的修为，所无尚无这种能力。是吗？数万金在一家水平间，伊也要保留实力吗？我相信全天下有这种武功造诣之人，只有前辈你。是何苦请前辈代为调查此事？是因为目前为止，所无也无更加适当的人选，前辈就愿意相助，所无不胜感激。凡事不可处之过急，先观其变，不定疏动吧。一夜思索，你也期盼成为万古之一。所无一定有一件事感觉奇怪，你的前辈是否愿意回答？详细吧。前辈顶次在北口山翻译，是由海上军暗中化解，但因何此事一直未听前辈提及，不处于禁酒之交？莫非一天海上军乃是前辈所迫害机密吗？数分钱，你何时对海上军进入处理？一天多红顶之时，正红的我想象管理，幸有一令清气正到天地，所无法自内心感激，是这样吗？我就能出关了。
够地灵秋所作为累力，让我仅仅就人生出世武功。水道，你虽然雄武锐利之作，也比我丢弃了人生将翁之气，将我不还。新的方向，一定一出江海背起，完全的无一样啊！江海背起，为求平安飞，打扮成名水都无用，也计划一笔隔川吗？金大将，我们讲啊哈，金海是怎样被生掉的呢？开路！大才又来了，乃安心啊！是熊，是熊，是熊！要小弟再度是熊，叶道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用万金锁缓缓击断地灰之身，地灰之身究竟是何方的先生呢？一条数数万金为计雄机，因何知道呢？这两位超级的高手，前后友谊即将破裂了吗？有请悬疑高中，请继续收看我们的播戏《霹雳修炼记》第二部第二集第七集片。